大家好，我小玉。今天呢是一部我想拍很久很久的影片。最近呢我们都待在家乖乖的防疫，所以呢终于有时间可以来拍这部片，虽然耍废居多了。 OK， 事情是这样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2019年的超级神片小丑。这部片呢真的是一部让我重新爱上小丑的一个电影，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呢，蛮推荐你们去看看。那这部电影里面的小丑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人设，就是呢这个主角他患了一种罕见疾病，就是当他情绪高涨的时候，无论是开心难过还是生气，他都会一直疯狂的大笑。笑得多并不代表快乐多，哭得少并不代表痛苦少。这是这部片里面非常让我感动的一句话。现在讲起来有点沉重，我们跳脱到另外一个环节。小丑是一个让人开心的角色，所以呢我们回归正题。记得上次跟秀一起看完这部电影，秀就跟我讲说他其实有一点害怕那个笑声，于是我就突然灵机一动，又想到一个整女友的题材。今天的主题就是呢，如果男友变成小丑的话，女友会有什么反应。当然除了最经典的笑声之外，我还准备了这些东西。这是小丑的妆，要当一个小丑当然不能只有他的笑声，一定要画一个非常符合小丑的妆容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我还准备了小丑全套服装，总共花了我快$300的啦，超贵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一定要把广告看完。那这次大概的流程是这样的，现在呢秀他去超市补货，等他回家之后呢，我就会开始装作精神不太正常，开始讲一些听不懂的人话，人不懂的听话，话不懂的啊，对，随便，反正就是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然后开始漫无目的的狂笑，等到一个最佳时机点，大家还记得小丑最经典的桥段，化妆的那个桥段，我就开始原片重现，我就开始在他的面前开始化我的妆，化完妆之后再穿上我的服装，一个真正的小丑就这么出现了。除了化妆，我还准备了这个绿色的染发剂。今天就是要当一个真正的小丑啊，各位。那我们最后就来看看，如果自己的男友变成了小丑，秀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小丑女呢？就这样，小朋友呢？可以聊，你要吃什么？你会来叫我们什么？哈哈哈！我想到好笑的事了。有病哦，有那么好笑？好了啦，不要，不要人家你笑得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办法控制。你有是我没有买我的水饺，你还没吃完啊？我已经吃完了，你有没有问题？你在吃完了塞到我嘴巴里面，不知道有没有病毒哎、欸？没有啊，你干嘛呀？这样很恐怖哎、欸！我打你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呀？你干嘛 ？A few minutes later。笑吧！不要，我不要，干嘛你笑？你不会懂的。你变态啊！你干嘛？你干嘛一直笑？我生气哦。
later. 你在干嘛？干嘛？这东西那么大，就是我都快要发写东西了。我看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又开始笑干嘛？在干嘛？干嘛啦？干嘛？挂一下，挂一下。哎呀，你安静点啊！不要管我。那你写小一点。你会神经病，最糟的事，大家就希望你没病。什么啦？神经病！不要吵，我在看书。干嘛？病哦，干嘛写这个？在看嘛啦？不要闹哦。好久，你干嘛一直笑啦？我妈总是告诉我。我一定要笑，因为我有这个使命，世界需要我带来欢乐。我一点都不欢乐，好吗？你在笑，我就要想办法弄。不要管我。想，不要管我什么？就吵到我，还不要管我？不要吵，我就不会管你了。你干嘛一直笑？笑够了吧？你就不会累了。真的，那是我控制不住。一个美好的晚上，走开啊，真的好恶心。
那你跟我一起笑。我不要走开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你可以再唱。那我都不想要看你的眼睛。你至少让我做一件事情，我想不要。让我做一件事，我想做。什么事？你先做的。那你先做，你要干嘛？你先做的。我都不想看着你的脸讲话，我看着脸就觉得。那我做完最后一件事情，不要碰我，我一定会碰到你一下。那等一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is a joke from Joker. 好，我碰你一下，你也碰。好，跟着 Joker 一起笑。好了好了，你的手好臭。耶，整了一遍，大成功。好了，走开。那你跟我亲一次。我不要，不要，我宁愿自杀。不要，亲一下。我不要。你都不关心我是社会底层的废物，你们都把我当垃圾。你的脸带了，我害怕。啊、如果我真的有一天这样，你会这样？如果你这样笑一整天，我就跟你分手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了。好了。并且按赞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追踪粉丝团 IG。